果は三代の仕業だ。怪我はひどい。秦队长，秦队长，你看，咱们也没吃饭，又走了这么远的山路，再说，已经走出鬼子的地盘了，您看咱们能不能歇会儿啊？确实还有挺远的路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好好睡一觉，不走夜路了，明天天亮再出发。德明。我这还有点饼干，要吗？不要了，我现在提起压缩饼干这四个字都反胃。那我去挖点野菜，凑合吃点。好，太好了。哎，龚队长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怎么着，还担心人家会跑啊？啊，不不，不是不是。我是真心想帮洪队长挖野菜。走啊！先生，将軍の状況どうですか？弾は取り出したが、急所に当たっていたので、加賀はまた空接したままです。目覚めるかどうかは保証できません。全力で加賀を救ってください。お願い。安心して、必ず力を尽くします。服部君、将軍閣下が襲撃されたことについて情報を封鎖しろ。秘密厳守しろと全員に伝えろ。はい。任せて。洪队长，关于你身份的调查，如果有什么得罪之处，还请你不要介意。我能理解。这次任务，你不仅炸了明山桥，还刺杀了深井和夫。洪队长的为人，又是胸怀坦荡、光明磊落，在下确实是佩服。你突然这么抬举我了？不是抬举。这次回去之后啊，关于你的调查肯定还会继续，这不是我这个层面的人能左右的。但是，我一定会。把你这次深入敌后的优异表现如实汇报给刘氏备审官，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你吃野菜吗？啊？吃吗？啊啊！那待会儿你多吃点。再取点水。别，你今天是大厨。这事儿我干，傻笑什么呢？光等着吃啊！啊啊！洪长，洪队长，嗯，这明天咱们可就要回到师部了，您这一块出去，一块回去多好。好什么呀？那回去之后，那姓刘的和姓孙的。他们能对您善罢甘休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您这一路上有多少机会可以？您干嘛非得回地窖里个火坑啊？大明，我那背包里有点盐，你给我拿过来。哎，thank you.
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徐队长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洪子杰跑了，那不可能，肯定是去方便里头回来。不可能，那肯定是跑了。想跑早就跑了。走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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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